been homeless for a month due to homophobic parents. 小龙女巫卓琳前阵子才开心和外籍女友高调完婚，却在加拿大悲惨到沦为拾荒街友。最近回到香港后，处境依旧凄凉。在他旺角一间宾馆，积欠近9000台币住宿费，小两口身上却只剩80块，逼不得已报警求助，最后还是得由老妈吴绮莉出面收拾残局。忽略了家庭，在我生活中就是如此。常常见不到女儿啊。成龙私生女的标签打从出生就如影随形，吴卓琳如今已经19岁，却从来没见过亲生父亲，坦言心中有许多不解之谜，曾拍片找爸爸，说是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知道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才会公开寻父。而十多年来外界的有色眼光也令自己一度患上情绪病，但自己并不在意成龙的财产，从没想过从成龙身上拿到任何东西。与身为国际巨星的父亲成龙形成强烈对比，吴家母女再度成为媒体追逐话题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